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5条，在公共汽车招呼站10公尺内临时停车，机车违规停车可罚900至1200元，汽车违规停车可罚1200元。公共汽车招呼站10公尺内违规停车，非属轻微违规劝导，无驾驶人在场或到场，警察会当场掷杆处罚，并责令其将车移至适当场所。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哦。